刚扔了一个红点。什么红点？就我不是很喜欢这个东西。已经进入前五了，走了。你们准备开车呢，还是慢慢的往里走？走啊，不开车。先走呗。你开，你引开敌人。放屁！然后就被他打开了。小姐姐太坏。我已经进圈了。一号还在那慢悠悠的在那蠕动，是不是啊？这画房区有人，要！哎，裴总说，观看了会儿，还不如打团竞。哎，那个人就是裴总啊。哈。还玩这个呢，我也很好奇。我操，真的有二楼330方向那个房子的。没事，你去吧，我们走了。啊！我靠，有点，你以为你就不会受伤吗？不会，我要去捡空投了。拜拜。有人看见我了呢。在你左边的不是？我带你们看了东西。你在那儿慢悠悠的爬，能不看到你吗？我靠，那你爬那么快。亲爱的，咱团队进去，我带你们飞啊！好，我带你们玩遗迹。不懂，什么是团队竞赛啊？就是你谁赢40分谁赢。嗯？四个人打对面四个人，无限复活满40。这不是你之前最喜欢玩的吗？对，我现在玩新的，基本上没把你们两个打十个，但十个其实是平均水平。空投都不要是吧？要什么空投？快跑！烦死了！太逗了！我操，这他妈都行！叫声好听的，我跟你说。哎呀，哎，你怎么没被摔死呀？因为你笨呢，我聪明呢。一天天的，我的游戏就是来救你的。我的游戏体验。你飞下来了吗？你为什么没有被摔死呢？我是飞下来的，当然不扣血。怎么飞啊？就点那个跳跃是吗？我你还这个信啊？我想把那空投捡了。别捡了，路边都是。没事，我去了。头不会捞你的，捞不捞不捞。捡吧，这里面应该会有吉利服的。我也觉得。这空投没人捡过吗？没有，空的。什么声音啊？哎哎哎！一号不许抢我空投。哎，我靠！我怎么跑空投门口了？嗯？我帮你瞄着空投。你瞄着房子好吗？别瞄空投了。哎，还真的有吉利服哎！废话，最后一个空投了。我穿着吉利服跑啊跑。
面是三个人一组，可能就换了。这个圈对我们挺好的。没事，你们只要听有没有枪声就好了。我不觉得。哎，我跟你说，人基本上在我的前方，因为他们是前面在那边二楼居我的，进圈也是在这个方向的。三号，你要不扔个雷看看？就是说白了，我们离房子远一点，可以等下一个圈，不要跟他们打，因为我们在草地上不划算。他们在房子里的话，特别是四号小朋友，你还穿着吉利服，所以我要往前面看一下。四号，你是要去房子里吗？不是啊。你们可以先往圈当中靠一靠，然后离房子远一点。对，聪明。天哪，好紧张，好激动，马上要吃鸡了。这聪明也给你们开车的司机。哎，那个裴总在观看咱们。不是，咱最好离得近一点，万一被撸了一个，还能另外两个还能追上。要锁圈了，看他们出不出来吧。出来就可以打了。但我觉得不是全在房子里。我是不是应该跳起来暴露一下自己？试一下。哦，天哪！试你个鬼哦！等下一个圈不好吗？真的是。走走走，去下一个圈。先看圈外，不要急啊。房子里没有人。我都盯半天了。房子里。静悄悄的，嗯，不是，你不用急着爬，你等最后十秒的时候再我们往里爬，现在有点早，万一动的话被这边看到。我感觉那人在草丛里，你可以往草对面乱丢雷啊。我没雷呀，所以得靠你了。我怕把你们俩给炸了。也是哈，我只有一个雷。你扔的吗？我丢的。你这丢的也忒多了。也就俩。这房子里肯定没人了吧？房子反正我那边没看到有人。房子都已经淹了一半了。怎么有烟雾弹？你们丢的吗？没有啊。那就对，那是人家丢的。天哪，你这穿个吉利服跟我站一块儿，你觉得合适吗？我想知道烟雾弹在哪儿。烟雾弹这不正前方吗？25。哎，这手雷谁丢的？不是我。那都在炸是吗？那我估计应该是山那头。在山的哪边？海的哪边？看到了，我看到了。只有一群绿精灵。在我正前方。哦，哇哦！在我正前方有一个。哇哦！给你扔个烟雾弹。再帮你们看，我别急。我左边还有一个，我左边还有一个。你在这就淘汰了。啊啊！哎，不是，在我左边还有一个。我后面。我帮你看。哎，这不站起来了吗？打。你过来，我救你。烟雾弹。他是舔包，他是不用救，你没有必要救，你救了一下不是没了。对啊，我也觉得你别救了。没事。救了不站起来了吗？他舔包啊。你赶紧趴下就好了。快趴下！四号也趴下。我给你趴远点。真晕！我他妈被一颗雷炸死了！我操！不是那个。扔个雷吧，没事。你往烟里面扔个雷。我扔个雷吧。哎，他们是两拨人，让他们先打。四号，你先别走啊！走啊！嗯。我没有雷，我也没有。我都没啥血。有没有东西？又没炸。哎，咱趴一会儿，咱看一下那个圈儿。现在在圈外呀。
你往前走吧。重音。哎哎哎哎哎！别管了，别管，别管。先让他俩打。牛逼。好的。哎哎哎，四号，哎不对，一号。就剩一个了，一个了。是的，对啊，所以你们有一个人站起来，让他吸引他来打，然后另外一个人打，我去，这就是二选一。不不不，你不不，哎哎不，你等一下，哎哎，你俩都，我都先当火把子去了。不是不不不不不，你等一下，你哪儿人？哎呀，要，快躲树后面，快躲树后面。啊、哦，在我这儿正前方，正前方，快点，快过来，正前方。在哪儿呢？草地上，草地里。正前面草地里，草地里凉凉，快点快点，草地里好了，现在不是我，哎，